改善很多。以前这边蛮荒凉的，现在变得很有度假的感觉。人家来这里玩会有那种度假的感觉，跟那个垦丁比起来不输啊。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民众电子报。继上次我们在小港区进行市议员的满意度调查后，我们这次锁定旗津，要针对旗津的议员街访民众进行民调。那我们就来听听民众有什么想法吧。是啦，旗津起码是咱讲真的还好啦，哦，真的啦，还好啦。还好，所以觉得目前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改善多多少少都有啦，但是哦，我看还是还好啦。今天我们这个市长哦，在做事了。目前改善的地方很少了，乡镇都不错，地下停车高。最近哦，车辆不够多。嘿，马上公布开拓新的。这公关课有收挂步走，是无挂步走。啊，有个人这公关课无学生啊，讲伊这手啊，虽然会落较贵的无，这后背上会烧烧的。啊，有个是讲食食点对啊，食甲你乌白蛋啊，较袂感觉后背上感觉烧起烧落啊。嘿啊，较袂让你感觉艰苦啊。看我其实蛮好的，目前都还满意的。庙前路一巷的出口那边太乱，摊贩太多啊，导致那个车子要出来不方便。好好好，这边要改善一下。对啊，那边要请那个市政府还是怎样，稍微管制一下。尤其到假日的时候哈，那边车子要出来，容易撞到人。不用啦，旗津很好啊，旗津交通很方便，当然满意啊，这边很凉快啊。什么都方便啦、啊，吃的、啊、还是什么的啦、啊，玩的啦、啊，都很方便啦、啊。世外桃源啊，不会有吵杂声，很好啊，很适合居住啊。没什么创新嘛，有海边，但是没有海上活动，它就比较没什么游客要来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旗津海上活动跟一些晚上的照明不足。最近疫情很严重，你们这边的生意怎么样？哦，很惨，超级惨，因为我们。旗津观光市场70%是来自于游览车，但是游览车现在根本都没有，啊，一些散客回笼大概也补不了一两成，收门到现在还是很惨。所以通常这时候会是旺季吗？基本上暑假都是旺季，像去年到今年是现在比较好一点点，但我们根本不到一成，应该很少比我们惨的吧？那你们这边政府有提供什么帮助吗？目前没有嘞，就只有过年期间有旗津券。我们市场真的很惨，因为我们是归类于菜市场，所以我们旗津观光市场我们是属于观光，种类不一样，但是同等的那个我们的受创严重性比一般的市场来的严重好几倍。附近的可以多做一些相关的设施之类的，就是吸引更多观光客来这样子，因为毕竟这边平时都没有什么人，就是多一些硬体的设备啊，比如说像公园啊，或者是大家拍照打卡的地方。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活动这样，像礼拜天它有很多风筝，可以做个什么风车机、风筝机之类的这样子，对，就是吸引游客过来我们这边买一些名产，或者是到这边玩这样子。这一阵游玩的东西就比较少，所以不会长留，大概来这边看看海、看看夕阳，不会过夜啦，就没有什么很多那个比较特色的地方。这几年都没有什么增加说比较不一样的。增加比较多元化，小朋友可以往的地方，这个人潮就比较多。那有感受到就是旗津的议员有在为民众服务吗？应该有，建设啦，有一些活动啊，什么都有的，包括之前的疫情也好嘛，对不对啊？对。这些做出过来，旗津在地区的一些旗津券啊，那些方案都不错的，列举那些方案，陆陆续续应该都不错。有啦，有在做出啦，多多少少有在做。有感受到大部分都市长他有提出一些像旗津店跟包括黑沙啤酒节这一些，包括议员也是有，但是目前因为刚开始过几天才要开幕，对，所以我们还没有感受到那
两个人吵回笼。哦，有啦，有，可以大概举个例子吗？之前就是帮我们争取那个停车场的事情啊。哦，对，还有我们在动这边之前有那个吸金券，那个也是他们去帮我们讲的。吸金券。就是、不少选举才会出现嘛，就选举才会有建设什么建设啊，到时候也没有啊。什么缆车啦，还有跨海大桥。我印象中就好几个都没有，你讲而已。大概这样，给的承诺没有兑现，这样子。那像因为今年年底要选举，那你会希望就是旧的议员维持继续为你们服务，还是说可以让新人做做看？这个不代表言。新的议员，旧的议员你做到油条了啦，真的啦，做到油条了，大新的出头。马西好不威，好不威，我看在意，看在意，看了解，看了解。应该可以给新人一点机会啊。要看啊。旧的做得好，这个都再给他继续做啊，就看情况这样。对，有做事的议员我们都支持，只可以这样说。我觉得都有好有坏，因为旧的议员他们比较了解当地，我们这边比较需要什么这样子。那新的议员说不定他们有更多，比如说年轻人他们比较多的想法，对，说不定也可以带动这边这样。换血都差不多了，新的现在没几个。想看更多街访民调，请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